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每周都会为大家及时更新的365折扣好介绍，我是元帅。大家想知道这个星期都有哪些商店和商品正在打折吗？赶快跟我一起来看一下吧。 Nine West 最后清仓，最高高达 70% off。 比起中国的价格，加拿大的 Nine West 真的很便宜。眼下 Nine West 最后清仓，最高折扣高达 70% 哦，点击一下网址查看，一定让你大跌眼镜。 Aldo 男士秋季新款皮鞋只需70块钱，这一款男鞋也是 Aldo 的新款限时 offer。 传统设计 Dress Loafer 是秋天的必备，原价90元，现价只需要70元。 Aldo 新款女靴限时 offer， Aldo 新款限时 offer潮靴，原价90元，现价60元，同款还有黑色。想知道两个网址都在哪里吗？链接全部都在下面哦。Coach 秋款，50%的 off， 再加30%的 off， 而且还免运费哦。Coach Factory 秋季必备款，50% off 加30%，再加免运费，还有整个网站的鞋和包，最后促销，最后的机会。网址在哪里？就在以下的链接上哦。Guess 秋季新款靴子亮相，重金属风格。Guess Boots 秋季新款靴子现在亮相，和 Aldo 的重金属风格有相同之处，有很多的铆钉和金属色彩。看来今年的靴子重金属是流行元素哦。另外有其他的限时折扣，所有的包包都有25%的 off。想查看详情，就点击以下的网址吧。Old Navy 的裙子物美价廉， Old Navy 的衣服就是物美价廉的同义词。如果你有耐心，一定可以从一堆适合孩子们的休闲装里掏出些宝来。像今年的 Old Navy 推出的裙子，无论色调和款式都很有看头，价格从20元至40元间不等，很多时候还有折扣，适合喜欢常变常新的人。Sears 现正举行秋季促销，秋日西亚男女，哪个西亚？当然是 Sears。 哪个秋日？当然是2013年的秋日。刚推出的 Fall Look Report 有最新的秋男秋女服饰和鞋以及家居用品。 Sears 现在正在举行 Fall Fashion Sales， 秋装全部 up to 50% 的 off 哦，点击以下的网址就可以看到了。Tim Hortons 特仕热饮只要1块钱。 Tim Hortons 每天喝一杯咖啡好像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习惯。最近咖啡连锁店 Tim Hortons 推出了小杯的 French Vanilla Latte 或 Cafe Mocha， 只售1块钱的优惠，饮品限时供应，要买就快哦。